我觉得我把眼镜拿下来，我刚刚一直那个兵荒马乱之后，然后我找不到我的眼镜，眼镜最近很吃胖，然后脸变大，所以那个因为挤得很松，没有办法，要一直往下滑，而且没有很热，就是虚弱。对，都是 Day 的错，都是 Day 的错。可是他们看不到你们的表情呢，这样就很惶恐。怎么看一个扇子？让我非常的惊慌。那总之，那我们今天鼓手因为必须要上班，所以无法排出假来跟大家一起见面会。然后昨天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晚，就是在演唱会上，然后看唱得很开心，然后哭得很伤心，然后唱完演唱会都没事，声音都好好。就后来签名会的时候，谢谢你们进来，讲到最后一个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庆功宴就是你知道很解放，所以对，就来，未成年请勿饮酒。那下面这首歌是什么？哦，下面这首歌昨天有唱，那今天我们都是以这样清新的小清新的不插电来进行。对，但我们这张专辑里面比较没那么小清新，但也是一个，也是有麻辣歌，就是应有尽有啦。对，欢迎大家可以去买381的，然后还可以得到我们限量的现场礼。下次我们的叫做那就别再做梦了。